已经很深了，很神奇吧？这样看根本看不出来。八年了，他竟然已经在我脑袋里这么久，你会怕吗？ 为什么要怕？他其实跟我一样，毫无预警的。等发现的时候，对你的感觉比你想象的还要深。恭喜，你要赶走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你真的很特别，比我想象的更勇敢。 医生说，就算开刀，成功几率也只有15%。 在大富翁的游戏里，命运跟机会都有16张牌，抽到的几率都是50%。我们两个的爱情，就像抽到的机会，可以相爱。 马上又抽到这样子的命运。
系还没有结束，不是吗？不管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命运，只要在柳絮还没有结束之前，我们都没有放弃，这样就会有机会可以赢的。恭喜。一条红下去。我的记忆都回来了，包括那天晚上也是。喂，廖王熙，干什么？你在抗议什么？我们都已经结婚了。知道要做什么吧。放下身段演出你有多爱我，现在你连演嘴都不想演。我劝你放聪明一点，如果我挂了，这些都是你的，你不用再送奶等花农。除了要你离开花特以外，现在的事情都是对你有利的。真不知道你在哭什么，还是因为我不是花拓眼，所以你觉得很痛苦。我爱他，拓眼，他不会这样对我。我的梦狠狠碎过，却不会忘。曾为他相信，明天就是未来。情节有多坏，都不肯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左。小六，今天就靠你们了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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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，我是杨双，不单只是一位工作的工作狂，我还是可以吸引男人的女人。哎，关灯怎么？
定这是你想要的。西元了吗？一直以来都是民国。所以七十三的意思是？意思是，难道你不能安静一下吗？你干嘛啦？我是民国七十三年次。是啊。所以不是西元一九七三。你说嘞？你是七十三。不早讲啊！你到底要干嘛？拿走！这有很重要吗？还好吧。那当然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居然跟一个小我八岁的小鬼上床，你手上拿什么？保险套啊！保险套？啊！给我出去！你受精卵！等一下，谁受精卵啊？你呀！我。我小学的时候，你只是一颗小小的受精卵，好不好？小鬼，你给我出去！这是两个学生买的保险套。等一下啦。这个是常识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差八岁，你有必要惊讶成这样吗？我就居然在一个小鬼面前卖弄风骚。大姐，我念大学的时候，他还在流鼻涕嘞。大姐，那如果我跟他交往，不小心怀孕的话，堕胎费他是不是跟他爸妈拿？大姐，那如果我们结了婚，我大肚子，我是不是要挺着肚子去病看他？我没说要结婚啊。那如果买房子，我不可能要分头期款。大姐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一点？我原本进来只是想要陪你吃个宵夜啊，你这样莫名其妙把我拉上床，然后又莫名其妙把我踢下床，踢下床就算了，现在莫名其妙再训我一顿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。你妈没有告诉你不可以随便进陌生人家吗？还有这么晚，你怎么回家？你妈会担心你知不知道？你家里带了保险，让你妈知道吗？不是，现在回去呢，就乖乖的等你妈妈告诉你，明天开始呢，就正正当当当个年轻人。不是，我像你妈这不是男人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计程车是不是？叫我来就来，叫我停就停。我先陪你过圣诞节。谁说果然没错，这女人莫名其妙了。我的包包，开门开门开门！哎，我的包。我警告你啊，不准跟别人说。大姐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说的？有谁有兴趣听我在某一年的孤单圣诞节跟一个33岁的大姐过一夜春？你就闭嘴！
我是32岁又6个月。哦，算了，反正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你。我跟你这不务正业的打工仔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。哦，那可不一定。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刚搬来。Hello， 邻居。这半年我所有生活重心都在用功读书上面，而且现在全心全意喜欢你，我放的东西在身上干嘛啦？不行，保护措施是一个成熟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基本尊重。我卡斯，我知道你很尊重我，但我希望你现在继续。无双民宿旁边就有一家便利商店，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啊！哎。